现在的人呢，都每天都吃入很多精致的食物，那么在这些精致的食物当中呢，我们无形中吃下了很多这些色素，还有这些化学的物质。那么请问我们的身体是如何将这些化学物质，比如色素这些等等东西呢，排出出去呢？那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必须吃入很高纤维。那么今天我将做一个示范呢，就是显示 CNI 的 Wild Tree Organic， 就是高纤维的食物如何帮助我们的人体呢，将这一些色素呢排出体外。那么必须呢有一个杯子，倒入一些的水。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时常吃下去身体里面的不必要的物质。Wild Tree Organic 是高纤维的食物，那么这些纤维呢，能够有效地将这些色素或者是一些化学物质呢，紧紧地包裹着。然后等一下我会做这示范，让大家看看这个晶体素如何将这些化学物质呢包裹着。那么当我们吃入很多含有色素的食物的时候呢，我们再加上吃上这个高纤维的食物，纤维就能够将这些色素呢包裹着。接下去我示范纤维如何将人体内多余的这个色素呢物质呢排出体外。在这个试验呢，可以证明 CNI Wild Tree Organic 晶体素呢能够有效的将这一些化学物质包裹着，然后随着我们的排泄物呢排泄出体外。那么从这里的可以证明呢，色素不再跑到水里面去了。